被污染了。它两个途径，一个是颜料国外进来就有问题，要么这是工厂的制程有问题。换句话讲，如果是颜料有问题，以我们卫福部因为怀疑这个数字以后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，第一批在市售的10个样本，第二批在10个市售的样本，强度非常非常的强。那第二个部分我也说明，如果是一个工厂的污染，理论上它不会在只有鸭的种类上头。好，那我想我就做这样的一个说明。那算出来这个只是 0.666，那这个0.666事实上还是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它的建议值1到4个好皮克这个每公斤体重每一天。那欧盟也低于欧盟每个礼拜是14的皮克这样子的一个限制。所以在健康风险上基本上它是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。那在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的情况下，是可以确认健康风险是。